有请十八号、23号。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智推，赵喜鹏的智推女生是纯粹好醋零添加，恒顺精优零添加香醋，为您揭晓智推女生9号。男生独立自信，条理清晰，执着努力，日常在独处中观察生活，善于在潮流里发现机会，感情中憧憬爱情，但需要提升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。女生善解人意，温暖有爱，努力进取，有韧性，不易服输，感情里比较慢热和被动，关注细节。男生的独立和执着软化在女生的温柔中，是甜蜜相爱的可爱一对，供两位参考。四个女生的基本资料，马一凡，一能打的女孩，二喜欢这样的你，三我的爱好，你选一个。一，我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女孩，每天早晨都要进行晨跑，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运动。虽然外表看起来很文静，但却是名副其实的跆拳道黑带。不要怕，我其实平时也是一个温柔爱笑的女孩子，这样的我你喜欢吗？正奇，看看这样的我，理想的他，我的恋爱观。看看这样的我。你看到的我是自信、爱笑、阳光的样子，一个人拧不开的瓶盖，一个人不敢走进去的电影院，想尝的美食，以及期望很久的双人蹦极，都可以有你的陪伴。我的小世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名舞蹈老师，在工作中我是严谨认真的，但在日常生活中我是喜欢充满挑战的。我有四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咪，平时宅在家里，我也喜欢研究各种吃的，希望未来的你可以来到我的小世界。我的小可爱，家里养了一只猫咪，每天都会陪我一起睡觉。年前家里还跑了一只没断奶的流浪狗，刚来的时候胆小不敢出门，现在已经成了一方街霸。